养生保命集第二章现代邪淫故事六则，日期2012年4月15日，来源网友上传，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如佛有觉得此书不错，请按第二章现代邪淫故事六则。好色贪淫之人，犹如手执火炬迎风而行，必然烧伤其身；又如剑刀刃上之锋利，以舌舔蜜，必然割伤口舌。自古云，求名者因好色欲而名必败，求利者因好色欲而利必丧，居家者因好色欲而家业必荒，为官者因好色欲而官职必失。所以世间诸恶之中，以犯邪淫之报应最为惨烈、明显、迅速。以下六则实例足以证明因果之报应何其快捷。故事一：仗财邪淫英年早逝，淫症。赵先生少年时家境贫苦，立志刻苦奋斗。及至青年，因经营顺利，屡获厚利，数年之间竟然成为富商。少年得志，沾沾自喜，完全忘记昔年困苦岁月，饱暖思淫欲。公司女秘书、文员必选择年轻美貌之大学毕业生，聘以高薪，再以陪伴往外国倾谈生意，或送礼品、宴会等等手法引诱，甚至暗施迷魂药，逐一奸污，洁白处女物中奸计，因恐怕丑事外扬，无面目见人，或恐失去高薪之职位，不得已趋于淫威，忍气吞声。赵先生因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放纵淫欲，如此不到一年，突然患绝症而暴毙于酒店套房。凡是明了他邪淫之恶行者，均异口同声地说：作恶多端，必受天诛。可怜一位勤奋有为的青年俊杰，竟然惨死于欲海，令人惋惜。故事二：诱骗寡妇恨死公路，淫症。黄先生之邻居高先生乃一富商，高先生不幸中年逝世，遗下美貌的妻子李氏和二名幼子。黄先生垂涎李氏的姿色和丰厚家财，欲图其财色兼得，于是及邻居关心为民，多番亲近，以花言巧语博取李氏好感，伺机于食物中施下迷药，强奸该妇。事后李氏无可奈何，只好委身屈就他。黄先生原本是游手好闲之徒，不务正业，终日吃喝嫖赌，不到三年就把庞大的家财破尽，而且经常对李氏拳打脚踢，虐待二名幼子。李氏因怨恨难伸，绝望而自尽，遗下二名幼子，信赖善心人士收养。至此黄先生仍毫无悔意，变卖家具，依然日夜醉酒。有一天傍晚，因酒后步上公路，被货车撞倒，从身上碾过，血肉模糊，死状惨不忍睹，货车不顾而去。由此可知，邪淫因果报应之速是今世现报，警戒世人及时醒悟。故事三：专营色情引带报应青女被奸，淫症。李先生专营色情录影带的生意销路极佳，家境因此而富裕起来。时值秋高气爽，
夫妻双双往欧洲旅游，享受人生。在学的14岁女儿独留家中。李先生夫妻游历欧洲回来，过了二个多月，女儿常常呕吐，初时以为肠胃不适，不以为意，后来日益严重，经医生诊断，发现女儿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夫妻俩犹如晴天霹雳，惊慌失措，于是逼问女儿说出原委，方才知道色狼乃是李先生治好友人王先生，趁李先生夫妻外游，每天下班后携糖果探望李先生之女儿，并且播放色情录影带给他观赏，继而毫无廉耻地引诱奸污他。可怜天真烂漫的中二学生竟然惨遭摧残，身心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痛，毁灭了学生黄金岁月，种下了孽种。李先生所经营的色情影带是色情的推销和传播者，危害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引导他们产生邪念，迷乱颠倒，做出无数伤风败俗的丑事，罪恶重于杀人。所以李先生有此速报，让他亲身体会到那些受害青少年父母绝望痛苦无助的心情。上天的当头棒喝不仅是惩戒李先生，同时警戒世人切勿做色情的宣传鼓吹者，其意义深远。故十四，英俊才子风流身亡嬴政。汪先生魁伟英俊，成绩优异，大学毕业之后任职贸易公司，工作勤奋，谈吐文雅，深受老板器重，为人又热情幽默，甚得女同事欢心。但是日子一久，汪先生由谦虚逐渐变得骄傲，自持俊秀，玩世不恭，女朋友不停地转换，多数因轻信汪先生的甜言蜜语，误以为找到好归宿，因此而失去处女身，成为无知的玩物，含羞被沾污而不敢张扬。汪先生虽未饱学之士，竟然如此无耻下流，殊不知乐极生悲，终于染上性病。但是碍于面子，没有求医，私下买些抗生素服用，略未好转后，误以为药到病除，心中暗自高兴，不但不以此吸收教训，反而胆子更壮，依然不停地滥交。到了第二年春天，旧病复发，昏倒在办公室里，送医院急救，经医生诊断，已经是梅毒第二期了，各器官和脑神经均受梅毒侵袭，虽极力救治无效，终因并发症脑炎而死亡。汪先生早年丧父，母亲以做清洁工谋生，艰辛刻苦供儿子上大学，殊不知色自夺去汪先生年轻的生命，其母痛不欲生，亲友为其惋惜不死。自古说，不淫祸福，犯淫致祸。美女当前，妩媚娇艳，姿色迷人，智者视之为祸害而拒之，必致福星照临，上天庇佑，学业事业皆如意，以及子孙无穷之福音，愚者视之为莫大艳福而轻之，必致灾星降临，鬼神共诛，轻者身败名裂，重者不明惨死，祸及儿孙。所以至与愚之判别，美色乃是最佳的试金石，能否经受得起淫欲的考验，智者因此而尽得得福，愚者之损得招获立竿见影。
读者可以抚心自问是智是愚，自我反省，引以为戒，摆脱色网之困缚，自在幸福的生活。故事五：母溺爱亲儿九岁车下亡。王小兵现年九岁，家住广东英德市。在八岁时就迷上家中的女模特儿裸体挂历，当父母不在家时，他就选一张最富吸引力的惯女画，做些下流的动作，最后竟然要抱着挂历才能睡觉。而男童的母亲却认为孩子年龄尚小，看看这些惯照并没有什么害处。在母亲的溺爱下，王小兵更加放纵，经常买惯女广告画，收集杂志报纸上的惯照，加在自己的相册里，成为嗜好。去年十一月某日下午，王童在一条小巷抱着一个小女孩强行索吻，小女孩大叫救命，被一名路过的武警将她制止，而且把情况反映给王童母亲。意想不到她不但没有责怪儿子，反而指责该武警陷害她的儿子，硬逼着孩子说是武警打了她。今年一月二日晚上七时，王童路过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巷，碰到一名穿短裙的年轻女子，她竟然不顾一切冲过去将她抱住，并且在她下身乱摸。受害人以为有人打劫，吓得一边狂喊抓小偷，一边拼命挣扎。王小兵当时惊恐万分，怕喊叫声会引来巡逻的警察，于是急忙拔腿就逃，因跑得大急，拐弯时被迎面而来的一辆电单车当场撞死。王童的母亲闻讯赶到现场，见到儿子死亡的惨状，还没有呼喊一声，及时就疯了。从王童的死发人深省，父母爱儿女，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使儿女的心智能够健康的成长，使他们能够适应现代充满色情金钱诱惑的社会，避免走入歧途而堕落。故事六：编写色情书儿子进监狱。嬴政。陈先生，北京人，四十多岁的工程师，亦是一位业余作家。不久前出版商请他写色情小说，稿酬为一千字一百元。陈先生以不堪入目的淫秽情节，胡编乱造了十几万字的色情故事，不到一个月写成。那位出版商看过之后赞口不绝，称陈不愧为北京的名作家，当即付给他一万多元的稿费，并且鼓励陈先生可以更大胆的描写，愿意预付稿费。陈先生轻而易举地获得丰厚的稿酬，大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于是白天上班，夜间写色情书。陈先生唯一的儿子16岁就读高中一年级，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且酷爱文学，非常崇拜父亲业余写作，并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著名的作家。有一天是逢假期，陈先生夫妻外出探望朋友，钥匙遗留在书桌上，儿子单独在家，出于好奇，便偷偷打开父亲放稿件的抽屉。当时他看到父亲编写的色情稿，心跳异常急速，一口气阅完那份尚未写完的手稿后，书中的情节让他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当天晚上他就失眠了。
两天后，他即问功课为由，到同班胡姓女同学的家，将只有16岁软弱的胡同学强奸了。胡同学为保身欲不敢张扬，使他的胆子更大了。接着又垂涎同班的杜姓女同学，趁父母上班的时候，把她约到自己家中。当他欲对他故技重施时，遭到刚烈的杜同学极力反抗，并且及时报案，将陈先生的儿子绳之于法。而陈先生也因涉嫌制黄、犯黄而被警方拘捕。陈先生为金钱所诱，编写色情小说，危害社会。但是他万万想不到，第一个受害者竟然是自己品学兼优的儿子，是他自己把儿子送进监狱，亲手毁了自己儿子的青春。可见现世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是及时现报，无需后待下世才报应了。正如上海人的口头语，现世报。主战七业佛教中心支持书舍的建设，请点这里书本报错留言板。你好，各位佛友登录注册搜索回首夜禅修专辑书籍，知名法师著作出入佛门佛理专研佛教徒生活深入经藏净土经典净宗专辑净土法师文集禅宗专辑藏传佛教因果感应素食放生教史传记一门深入佛典故事专区故事预言书籍戒律归行咒记仪轨长篇套书精选文集民间善书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群七叶心灵文库戒邪淫网首页佛教徒生活戒律养生背景阅读书籍养生保命集养生保命集第三章犯淫邪改过或善报故事三则日期2012年4月15日来源网友上传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如佛有觉得此书不错请按第三章犯淫邪改过或善报故事三则星号美色当前悬崖勒马的善果善正一秀才林涛福州人士英俊非凡家境富裕有一天出外散步归来见书桌上有一盆盛开的玉兰花不知是谁送来的正在欣赏的时候忽然书房门口出现一位少女笑着对林涛说这盆玉兰花是我家小姐赠送给你的林涛问为何赠花给我少女尚未回答此时背后出现一位面带微笑衣着华丽的千金小姐林涛一见那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以为是仙女下凡顿时为之着迷起身向他道谢盛赞其美貌以言语吊情小姐见林涛如痴似醉的样子于是说我乃上月才搬来格林的李家明天我家父家兄进城需后天才回家你明天黄昏可以从我家后门进来当不锁门等候你林涛欣喜若狂第二天黄昏如期赴约见昨天的丫鬟已在后门等候开门引林涛到小姐闺房林涛见绣房清雅芳香扑鼻二人见面犹如久别的情侣两相慕月春情被发欲火炽热正当解衣上床欲月礼之际林涛突然想起家中的妻子暗中自语我已有妻子
虽然是两情相悦，但是也属淫乱，有损阴德，枉费我读了这么多圣贤书。即时念头急转，如梦中醒来，冰雪泡身，欲火全消退，于是以身体突然不适为由，婉转辞别小姐。自此以后，便不再会李家小姐。李小姐久不见林涛，相思得病。林涛闻之，坚持不再前往。常人误以为林涛薄情绝义，其实林涛此举不仅不损自己德行，而且保住李小姐之贞操，免至陷于少女与有妇之夫通奸的罪名，实是利己利人的高尚情操。自古说，情逢多处必生淫，多情往往容易犯淫过。林涛于欲火炽热的关头，竟能及时意念端正，克制自己，堪称是奇男子，世间罕见。第二年，林涛考中举人，后来更步步高升，官至翰林，著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子孙代代贤达贤惠。后人有诗赞林涛：是君子能脱爱情生死路，大英雄不迷色欲美人关。新号犯邪淫改过后，获善报，善正二。贾人，山东人，五十多岁，尚无儿女，夫妻俩常常到寺庙求神明赐他子嗣，但是一直失望。有一天夜里，睡梦中见神明监察司拿着一本功过簿，读给贾人听：你昔年曾经奸淫一位良家妇女，上天把你绝嗣，所以求子不应。贾人听后哀伤地恳求神明：弟子当时年轻愚昧无知，而铸下大错，祈求神明慈悲，赐予赎罪的机会。神明见贾人真诚忏悔，于是说：你若肯将功赎罪，必须劝化十个人不犯邪淫，才能够赎以前的罪过。如果能够堪应戒淫、养生保命的善书，劝化更多的人，便可以得子。贾人梦醒之后，既惊又喜，立志痛下决心，悔悟前非，从此例行劝告世人，切莫犯邪淫。而且捐钱印赠、戒淫、养生保命善书，到各处派送，即使边远的乡村，也亲自派送善书，度化之人数难以计算。上天见到贾人出钱出力，勤勤恳恳度人无数，甚为感动，于五年之中赐他三个儿子，均天资颖异，学问过人，都是年轻中举人，中进士，入翰林，功名显达。而贾人夫妻也因行善而获增寿三十六年，活至九十多岁，亲眼见到儿孙满堂，富贵荣华。这些都是贾人真诚改过、认真行善的无量功德所获得的福报。新号赵继范银悔改向善，重获功名，善正三。清朝周伯顺，山东人，同治甲子年赴省城考试中举人，放榜后得意忘形，赵继恣亦赢乐狂欢。当夜，周伯顺的父亲在家乡梦见神明告诉说：你儿今年中举人，四年后可以中进士。可惜今天中举后，即夜召继犯淫，因得亏损，所以文昌帝君已将他中进士的功名削除。然而你祖上世代积善，阴德浩大，尚可庇荫子孙，
如果你儿能够醒悟悔改从善，将功赎罪，则四年后的功名尚可以挽回。周伯顺返回家中，父亲则问他，你在省城为何召妓淫乐？周伯顺心中暗惊，但因相隔两地，以为可以欺瞒，于是抢辩说，那有此事，您怎可冤枉我？老父更气愤地说，若遇人不知，除非己莫畏。你若清白，我怎可将此羞耻之事强加于你？接着把中举那夜所梦经过详细告诉儿子。周伯顺听后惊惶失色，毛骨悚然，意想不到在外胡作非为，竟被神明监察得一清二楚。正如俗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且连年老的父亲也知道。至此周伯顺方才醒悟到犯淫乃天地不容的滔天大罪，当即焚香祷告天地诸位神明，忏悔改过，誓不再犯淫。自此周伯顺一面力行善事，一面勤于攻读，四年后会考果然中进士。后人有诗赞周伯顺，贪淫好色太猖狂，悔改前非未未迟，速作善功弥补过，重修祖德子孙昌。背景：阅读书籍养生保命集，养生保命集第四章古代名人故事四则，日期2012年4月15日，来源网友上传，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如佛有觉得此书不错，请按第四章古代名人故事四则。三国名将赵子龙故事一。赵子龙，三国时代刘备部下大将军，在进取四川之时，奉命攻打贵阳城，守将赵范战败，献城投降。赵范仰慕赵子龙英勇超群，又是同宗，要求结拜为兄弟。结义当日，赵范被酒席庆贺，酒至半醉，忽然一位美如天仙的少妇为赵子龙斟酒。赵子龙问他是何人，赵范答道，他是家嫂樊氏，家兄刚去世不久，又没有儿子，常劝他改嫁，但是至今未有合他心意之人，而且深言必须如将军这般相貌堂堂、名震四海的人才愿意下嫁。今天是逢将军，真是天缘巧合，若是将军不嫌弃，家嫂愿意终身奉侍将军。赵子龙听了大声严厉斥责赵范说，你我既然已经结义为兄弟，你嫂即是我嫂，怎么可以如此乱伦，不仁不义。赵范被赵子龙言辞义正一番话说得羞愧无地自容，赵子龙愤愤离席而去，麒麟凛正气，备受世人敬佩。赵子龙助刘备攻取四川，屡建奇功，建立蜀国后被封为五虎将之一，英名盖世。后人作诗赞赵云，虽非任意哥哥，也仿着关公秉烛，不学多情叔叔，休杀他曹植战争。唐朝名相狄仁杰故事二。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相貌英伟。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夜静灯下读书，突然一位美艳少妇来到他房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媳妇，结婚不久，
丈夫去世，日间见敌人杰俊秀非凡，春心澎湃难以克制，后至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挑情，不料狄仁杰虽然知道他的来意，却丝毫不动心，而且友善地说，见你如此艳丽动人，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狄仁杰借机开导他说，父亲前在寺中寄居读书，寺中老和尚见我相貌，曾经警戒我说，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显贵文达，但是需要谨记，千万不可贪色犯淫，虔诚敬会。我说，艳女美色是人人皆喜爱，如何能够遏止这种欲念呢？老和尚教导我说，当你见到美貌艳姿，淫念冲动之时，如果将美女想象为吸血的狐狸精、毒蛇鬼怪，将她秀丽的面貌想象作害了大病既黄且瘦，犹如鬼脸一般，将一昧的本质想象作人临死的时候面目青黑七孔抽搐那样的丑恶难看，将诱惑人的窈窕风姿想象作感染梅毒溃烂，那恶臭的脓血引来了无数的苍蝇，令人眼鼻疾走，一旦与他交合，不仅被吸取精血，精气枯竭，且百病交侵，受尽病魔折磨。倘若能这样设想，淫念欲火就会静止的如清凉的寒冰了。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所以刚才初见你那撩人动情的风姿艳容，正当欲火冒身之时，老和尚的话立刻在耳边响起来，炽热的欲火即刻下降。你能够立志守节，乃难能可贵，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你的名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年幼的儿子，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如果与我通奸，随我而去，公婆幼子将顿失依靠。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例如韩九英因恐怕遭色贼奸淫而持刀割去自己的鼻子，又如高仲举的夫人逢淫贼用尽柄刺双目毁容以保真，还有其他许多节妇为保贞洁，有的头颈，有的以热油烫面毁容，以种种方法确保洁白身躯。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感动得流泪满面，拜谢说，感谢恩公大德，不但保全我的贞洁，又教我恶欲的方法，从今以后一定心如止水，冰清玉洁，坚守妇节，以报恩公今日教诲，然后再三拜谢而别。狄仁杰为此事作诗曰：美色人间至乐春，我淫人妇妇淫人，色心狂胜思亡妇，遍体驱赶夜色心。后来这位少妇坚守妇节而显明伶俐，为人称颂。狄仁杰赴京应考，高中状元，官至宰相，辅助唐朝安邦定国，爱民如子，处处毁淫书，提倡伦理道德，成为历史上著名宰相，流芳万世。后人有诗盛赞狄仁杰：己身守至辟邪缘，上免双击结要间，切戒一时云雨鱼，名流万载感苍天。据云是赢过高中状元郎，故十三书生谢谦，明朝浙江余姚县人，在昆陵街上开设书馆，
日间教学，赚取路费，夜里攻读，准备明年赴京应考，才貌双全，远近闻名。有一天晚上，格林的一妙龄少女陈双清赴省城探亲，私自来到思慕已久的谢谦书房里，百般挑逗，亲近谢谦。谢谦初时以礼相待，后来见其如此不知廉耻，严正呵斥他说：“你乃闺女，应自爱自律，竟敢如此不知羞耻。倘若我也不顾礼义，与你淫乱，岂不是毁了你的贞操，使你终身蒙污，而且败坏你家名誉？如此缺德之事，天理难容，千万不可为也。”少女被谢谦义正辞严的训斥后，如梦中醒来，羞愧万分，感激谢谦见色不乱，及时制止他免犯下一恨终身的错事，眼泪不由自主的如泉涌出，拜谢他的训诲，惶恐的回家去。谢谦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以及夜夜勤学不懈，第二年应考高中状元，后来官升至宰相，是明朝著名的贤相，声誉卓著，妻子也官至侍郎。这是他聚淫处女所得之善报。心胸坦荡，欲洁冰清，故十四。书生刘礼顺，明朝人，少年时家贫，欲赴京应考，莫奈无路费，于是在一富翁家中任教，赚取路费。员外见刘礼顺博学多才，教学有方，故此甚是器重，特地选一名聪明伶俐的侍女，照顾刘礼顺的饮食起居，晚上其宿一房，其意是赠送与刘礼顺为妻。刘礼顺日间教员外的儿子读书，夜间自修学习，经过三年苦读，学业大进，适逢考期，于是辞别员外赴京考试。临行时，刘礼顺请员外替侍女选配一位好丈夫，员外甚为不解，以为刘礼顺有意欲抛弃他，于是无奈地说：“他似陪伴你三年了，感情深厚，若是此去金榜高中，将来他可作为妾室。”刘礼顺微笑着说：“东翁，您以为我是无情无义之小人吗？虽然同宿三年，却未曾有任何儿女私情。”员外闻言岂敢诧异，特地请家中老父向侍女查问，果然仍是处女。员外对刘礼顺三年来见色不乱的高尚人格钦佩万分，实是古今罕见的正人君子。真的刘礼顺同意收为义子，后赠金银衣物，助他上京赴考。放榜之日，刘礼顺高中状元，才德兼备，成为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受人敬重，名誉显贵。背景：阅读书籍《养生保命集》。《养生保命集》第五章《犯邪淫之恶报》故事四则。日期：2012年4月15日。来源：网友上传，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如佛有觉得此书不错，请按第五章《犯邪淫之恶报》故事四则。宰相纵欲身亡家败，嬴政一。宰相王府虽然才学兼备，但是极其贪色，特地请工匠建议宽阔无比的睡房，中间置一大床，周围环绕着很多张小床，用金玉做成屏风，翡翠制成帐幔，
分隔开来，精选美女住于小床，自己居中间大床，然后轮番淫欲作乐，日日如是。王府的母亲见儿子如此纵欲，心如刀剜，常常规劝说，你之行为如飞蛾扑火，毫无节制的纵欲，犹如烈火烧身，长此下去，势必油尽灯熄，命为再旦夕，将来后悔莫及。你怀盖世韬略英才，身负相国之重任，应该以国家百姓为重，如今沉迷女色，是何等愚痴，何等可惜。王府丝毫不听母亲的规劝，依然我行我素，日日沉沦于酒色之中，不久肾脏过度亏损，衰竭身亡，家道随之破败，一世荣华富贵化为乌有，而儿孙均沦落贫贱。大学生携银名落孙山，银正二。明朝朱焕，武昌府大学生，饱读诗书，文章诗词都极负盛名，乃屈指可数的才子。但是朱焕贪色邪淫，家中富裕，所有佣人皆挑选貌美少女，入住不久，便用金钱事物诱惑，然后与他们奸淫。即使是家中的乳娘，也被他奸污，荒淫无耻之极。有一天晚上，朱焕与新来女佣在房中饮酒调情，适逢另一位旧女佣不经房门，朱焕叫她入内坐下一起饮酒。酒醉之后，三人上床轮淫作乐，正当兽性狂发，淫荡无态之时，突然窗外有鬼叫声，并且唱歌骂朱焕说：“新色正欢残色戏，前尘消尽后代伤，伤阴伤，未满十二岁夭折。”可怜一个斯文客，贪色原来为色亡。朱焕闻声，浑身直冒冷汗，两位荡妇被吓得面色如土，仓皇夺门而逃，半路赶破而死。自此朱焕每逢考试，皆是名落孙山，唯一的儿子夭折，家运衰败，二位女儿沦为娼妓，正是淫人妻女者，妻女被人淫。朱焕于穷困的中年，眼睁睁地看到儿女悲惨的遭遇，方才醒悟乃自己邪淫的报应，但是为时已晚矣。诱骗少女死于非命，淫正三。秀才张世进，武陵县人，勤奋好学，才貌双全，丁酉年赴京考。